这个好多糖呀，这一斤留着自己吃是吧？对呀，啊，那这里还有个蜂蜜，还活的，因为它还躺着呢，吃饱睡着了。因为这个滤出来的话要挺久了啊。三，我们这种滤的话，它不像人家用手去抓的嘛，猛的抓它会滤得很快嘛，我们这种不抓的，自然滴，得多少就是多少嘛。我上次还有个，哎呀，他有个粉丝叫我留点蜂巢给他，他说他孩子干嘛，就是咳嗽还是气喘，叫我寄过去给他呢。那这个到时候就给这个给他呗。之前他买过5斤的，买过5斤蜂蜜，他叫我发点那个蜂巢给他。那时候天气热，我们发到桂林那边，那个蜂巢都要不了了。现在天气那冷了，你应该要么可以。现在把它装起来，等一下寄顺丰给他。可以但是呀、我吃过，啊，蜂没事的，是我不是？感冒。没事，我们吃那一块都吃完了，都吐出来了，又不是那个。我不知道，你问一下他介不介意。这个我跟他说一下去，还有很多啊，这种我们都没有动过的呀、啊，这种好了给他就得了嘛。那我们夹过那个就不要给他就行了嘛。我夹了，我都吃完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介不介意，你问一下他行吗？嗯，我吃行。过了的，因为我刚好感冒，虽然今天好多了，但是还有点感冒。可以，等下问一下他。就进那种我们没夹过那些嘛。我们现在出去了啊、哦，先去拿一点腊肉吧，还是到时候叫他们帮发物流上去，跟黄豆一起发。带一点点吧，因为发过去的话要等2天，我们直接带过去，反正就带了桂林的了。但是带回去的话，你车上东西太多了吧？带少一点给我当个吃呀。还有你那个朋友帮忙那个芳芳是吧？得带点过去，要不等于帮那么久了，给点香猪肉给人家，人家会翻脸不认人的。他们倒没什么，我的朋友没什么的，但是我们可能不能先回桂林哦。回桂林去啊？你就走啊？我要去一下贺州。去贺州干嘛？我有一个朋友叫我过去一下，有点事情。你贺州认识人啊？对。他们也是男的女的，男的，怎么又男的？上次你又是有个男的过来帮忙，怎么又男的？朋友嘛，你去了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他说有点事情，叫我过去，哎，不知道怎么说吧，你过去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你哪来的那么多男的？那你朋友你没有女的吗？我就不信了。我联系的呀，我都没联系的呀。那我不联系，哪来的朋友？那没有女的吗？就芳芳不是女的吗？妈妈，我认识的呀，那你贺州那个我认识吗？不认识吧，应该。你是昨天今天你又是有个男的来帮忙，不用工资的，那个又是谁？你管他是谁呢？是不是认识？如果是，哎呦，怎么说呢？怎么介绍你认识不就得了吗？这个有什么？多大年纪的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么我开口我问他，哎，你多大年纪了？又开什么玩笑？结婚了。那另外一个呢？没结。没结婚。对啊。多大了？不大。那我们先去贺州吧。这里去贺州的话远吗？贺州应该跟去桂林应该一样的吧。那要经过桂林吗？不经过桂林，但是贺州去桂林的话，也就是100多公里吧，200公里左右。那我们就直接去贺州了。你跟我是谁呀？到底是谁？那么是不是跑几百公里去见一个朋友的？你说这个，我总要问一下是谁嘛？是不是？就是朋友呀，去了你就知道了嘛，是不是？又不是不带你去，你看你那小气巴拉的样子。改天我也说是不是？哎，改天过两天去趟广州，朋友那里。你去广州你自己去，我不去那边中山区。我才不跟你去呢，我管你男的女的。那我说我去南宁了，你去哪里？你去，要么去你哥那里，你能去哪里？跟你说。那我们就直接去喝酒啊。先带点腊肉去。太多东西了，你车上又是米，又是油，又是那个。那好不容易回趟家，那不带点独特产？那你到时候让他们一起发物流车过去得了。反正你那个
腊肠还要两天才出入口。也行。嗯。这样子的话，车不用装那么多油，可能油费也省点。对呀，跑来跑去的。还好我们两个都好了，嘘，睡一觉都好了。七成好，还不是全好的。还有一点咳，但是两天就好。没阳哈，兄弟姐妹们没阳哈，咱们俩是经过检验的，没阳哈。就是有点重感冒而已的。就那天，不是那几天我们直播太冷了，我们两个直播的时候都是在发抖的。那个，特别是我戴那个口罩，那个什么 M95 那个口罩嘛，白色那个。啊。直播完拿出来那个口罩，全一兜的水。兜出水的，我也奇怪的。嗯。笑死了。水给滴起来的。就是那几天晚上太冷了，可能有零度那样子。是啊。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在发抖的，特别直播到11、12点哦。有两天晚上好像我们2点多才收工的，更冷的时候。最主要是有一天晚上停电了，我们坐那地方没有空调，没有暖气，冷瘪了。说那个我也是冷，然后被子它又薄哦，是吧？嗯。然后呢，这不，问题是，你要没电就算了嘛，是不是？你就连续一个晚上没电就得了嘛。半夜它又亮了一下，后面又灭了。啊。然后我要起床就把灯给关了，关了又冷哦。然后后面又没电，第二天实在受不了了，没电不住了。这个。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感冒了。应该是，我是从那天晚上之后才感冒的，就是因为没电了。那天晚上又冷，好冷好冷。那天晚上，因为酒店呢，它的被子它没有多厚的，它本身有空调了嘛。嗯。学校它没有空调，没有制冷，没有制热。所以那天我住那个房间也是，好冷，我提了几次床。本来你感冒，我还在说我没有被传染，我还在嘚瑟，就那天之后就不行了。我嘚瑟了啊。哎呀不得瑟了，哎呀感觉鼻子手有点塞哦，哎呀再过一天哎躺床上去了起来了。但是昨天睡了一天然后出了一身汗就好了。没有，你这跟睡不睡都一样的。你看我那天我也是重感冒嘛。嗯。我不是扛水上山嘛。啊。你看那天我也是重感冒，第二天我也是慢慢就好起来了。嗯。应该他这种感冒运动一下。对，他就是一天的时间这样子而已嘛。嗯。严重也就一天而已嘛，第二天就是好了。我们属于难兄难弟了哦，一起经历了这么多哦。有哪个人是这样子陪你经历了这么多的？有。谁？我爸妈。还有呢？你爸妈在家而已啊。那就是你。你爸妈在家，你有没有？小时候呀。我们现在在赶路了。每次出远门都是走夜路。我总感觉一天24小时不够的，一天应该要36小时，24小时白天的，然后剩下12小时是晚上的，应该够用。那你还年轻，你不努力你干什么啊？钱都比你努力。已经很努力了，我一天时间都赶得不够了。那个叫什么人家就是那个电视剧怎么说来着，钱都起床了你还不起床，是不是？那你天起得比你早，那你只能晚上去追他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他白天起得比你早呀，不然你追不上呀。这也是，是不是？再怎么追我感觉追不上。开车注意安全就好了啊。我们也不急了，机动隧道这些有一些单还没有发出去，到时候我们把货拉回桂林去给大发。因为现在有一些叫什么腊肠啊腊肉啊还不到时间。自然晾晒的那个鱼到时间，现在还要过几天。是啊。以后进入寻觅洞隧道，过几天我们应该后天吧，发一批那个腊肠回桂林那边，然后后面就再发那个腊肉。那个黄豆我们明天发回桂林了，后天让芳芳他们帮打包，可以了。可以啊。嗯。芳芳
这边话费太贵了。进入神秘洞隧道。发不起，说实话。我们还要提前都发不起，何止的物流。继续行驶七十二公里。太上克拉了。不懂为什么那么贵，贵几倍？算了一下，全部都是帮物流打工的。你干了？不干了。哦，全部都是帮物流打工的，烦死了。现在到这个服务区这里来休息一下，也有点远，有的人厕所还没出来，都不懂得说去接去看谁，神神秘秘的。我们这里到贺州那边400多公里，比去桂林还要远的。还有今天你那个发型是吧，气质不容输。来找点东西吃，吃完东西还要上路呢，要连夜赶路。到那边的话现在是9点钟了，到那边应该是4个多小时，那就是9点，应该一两点钟到那边嘛，因为中途要休息的，2-3点钟左右吧。出来了，然后还要买点零食吃上吃，继续赶路了。